萨瓦迪卡，我是丁丁。我现在位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清迈大学的师生以及千德路院长一起参观学院，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喜。作为一个在清迈生活十年的上海人，可以成为中泰之间的桥梁，参与共建家乡同济大学和清迈大学学院之间的办学合作，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开酒店做旅游地产都离不开规划设计和艺术创意。此次与清迈大学师生的同济行，让我们真正领略了一把博采众长的同济情怀。带我们跟着学院的主任参观学院。大学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历史与文化的缩影，更是孕育未来和希望的土壤。擅长古建筑修复的千德路院长对我们中式建筑结构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期待下一次我们上海的师生也能来清迈走走。我是丁丁，分享我真实的泰国生活。